告别的时刻已到了，随身的行囊装些快乐，前方被乌云笼罩了，心中的拉扯困守在地后，隐隐约约的沉默透露一丝丝苦涩，愿你不再被伤透，别再带着泪如水去纠缠着的世界，答案不一定绝对，关主和雷神正在闭关的关键时刻。关主为何突然闭关？金角巨兽肆虐时，曾专门经过红明基地时攻击无关总部，又杀死关主和雷神。星际运输舰本就结实，恒星级一阶的金角巨兽要破坏它不可能，吞又吞不下。关主和雷神就在其中闭关，寻求突破方法，以迎战金角巨兽。糟了，兽王逼近速度太快，其他地区武者被王级怪兽绊住，无法及时赶到。三大亲卫虽全力阻止兽王，奈何实力向上悬殊，均已重伤，无法继续战斗。第一次击杀的兽皇就是关主击杀的触手兽，这次关主不在，身后就是数亿平民，得有人去挡住他。就已经比肩穆罕德森，如今恐怕只在红和雷神之下。罗峰，他能够成功吗？
罗峰的飞行速度竟然达到了16.5倍音速，八爪兽王虽以防御、毒液、绞杀之力著称，但是由于其庞大体型，导致他难以对背后的视野盲区做出及时应对。以罗峰的速度，或许可以找到他的破绽。罗峰，将全部精神念力集中在活刀盘上，使出更具威力的第二形态。雷神，难道你就不怕我吗？成功了，无刀盘全力一击穿透了兽皇的防御。他的头颅还没有被贯穿。护刀盘足够锋利，冲击力却不足。对了，钻山锥正是以蛮横冲击力出名的。兽皇，我已灭杀。八爪兽皇死了。好小子，这八爪兽皇真是找死啊！他出了海，做雷神的对手都不配。以你如今的实力，收拾他还不是小菜一碟？真是白痴！李大哥所在的东南军区，怪兽数量最为密集，我得回去支援。最新播报：八爪兽皇已被罗峰击杀。这罗峰不愧是地球上的精神念师天才，实力竟然增长这么快。以他现在的实力，是无可争议的地球第一精神念师，跟二弟比估计也相差无几。地球上有这样的天才，我死战若死去也能安心。红哥，印犯古玉家传说的至高天人合一境界，盘下内家拳的人肉合一圆满之境，原来超越他们，我就能踏入领域之境。
恭喜你。红哥，你打算独自迎战那金角巨兽？你我兄弟数十年出生入死，这一次我绝不允许你孤身前往。好，一起去。投放12号药液。是。我们的计划，海域怪兽大量充斥河流的时候，我们就用毒液撒入江河中，一是毒死尽量多的海域怪兽，二是尸体在江河中也有堵塞效果。在海域怪兽的冲击下，亚美利加受损最重，欧罗巴半天内六个基地市都将与海域怪兽展开全面战斗，江南基地市不出两小时也将面临生死考验。海域怪兽我们不怕，王级怪兽我们也不怕，我们人类数十年不断加固改造基地市，就算跟海域怪兽拼得再狠，我们也不至于灭亡。真正让我们害怕的是那金角巨兽，待它完全恢复，没有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基地市能够阻拦他。虽然我杀死了一头兽皇，可是对整个战局又有多大影响？怪兽中最让人类无奈的是那金角巨兽。阿巴塔，武器修缮的怎么样了？永焰护卫已经修好了，雷兽炮还差一点。昨天凌晨那金角巨兽进入海底休息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来。靠近南极洲的斯文斯岛周围海域飞出海面，
来了，巴巴塔，雷射炮还没修好吗？白月尊者，今日本尊者奉天地之法，让虚无之害。巴巴塔，对付金角巨兽，连你也没有办法吗？当然有了。我可是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的恶魔巴巴塔，这就是打败金角巨兽的绝命武器，扫一下这个二维码，不仅可以助我们打败吞噬兽，还能获得精美壁纸、独家剧透和超多福利，人类的生死存亡就在此一举了，快来扫码吧。收藏加关注，追番不迷路。城市被笼罩在一片灰色，只有血液昭示生命还炙热，弱肉强食都遵循这个规则，看谁比谁有资格让宝宝被最后的视线定格。我用火焰招待天外的来客，趁着陨石还在和大气拉扯，涅槃就在下一刻。用血肉贯彻，用信念永远都不陨落，在这硝烟，在这废墟，就算倒下也不退缩。要看我冲破苍穹，让宇宙听见怒吼，咆哮着、哦、挣扎着、哦、烈火把夜空染红，吞噬掉整片整片。
这种程度还不够。足够了，走吧。金角巨兽的报复开始了。罗峰，你靠什么击杀金角巨兽？帮帮他，没时间了。他发现机器人了。完了。